你是不是走错了？我刚上来，张鹤伦、狼爷的相声专场，刚上来退票，走错片场了吧，哥们儿？合着今天我们是退票专场啊？哎呦，真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来听相声的，还来起哄来的哈。嗯，玩嘛。现在观众就是这样，来了就在于参与，互动。而且有的观众喊上来啊，张鹤伦好帅，我要跟你生孩子，等等等。我怎么没听见这句啊？你看您这人自恋了不是？啊，是是是，还有喊狼爷好帅的，哎呦。真的好帅吗？你们喜欢他？不喜欢我？好，告辞。拦着我呀，拉着我点儿。为什么呀？要不我真下去了。兄弟，可能你今天走错片场了。我刚上来，我说狼爷好帅，我就下去了。观众啊，下去！我真下去，他在台上就得饿死。单口他会个六啊，他会混单口啊？他会单口，他不早说了吗？还用我吗？男男男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。不对之音枉费舌尖啊，大伙儿都会，就这几句都是写在他们家户口本上的。我们家户口本没人，全是定场诗是吗？真的，说梦话的时候背的都这几句，他这辈子就会这几句。你看他们家祖宗牌上都写着呢，男男男道德悬，给祖宗磕头的时候男男男。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雪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不瞒各位，这是在张鹤伦他们家祖宗牌上看见的。这瞅啊，哎，他这辈子会这么了，这个是写在他身份证上的，天天都得背呀，会这么两个跟这显道德。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行，还再来一个，他再说一个就是死这儿。别，你问他会吗？真不合适，真不合适，伤情最是晚凉。倒着那小头呲儿啪的，你看看，怎么羡慕啊？你有吗？不羡慕，这头发还往前撅，还梳了个雷劈的发型，你看看。你羡慕这个吧？我羡慕这干嘛呀？他这个虽然说是光头啊，也算一特色。他这算化疗是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刚说的。没听见说过。真的？有毛。有毛，人家不叫头发吗？你叫毛啊？你有吗？我没发，我有毛。你的毛长哪儿了？我的毛长在下巴这儿，还往下找呢。他呀，这个叫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你们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吗？你哪儿都没有，你个秃驴。你就说这个有意思吗？你谁有意思吗？上台来显你会定场诗啊？这不是你说我不会呢吗？我给大伙汇报一下。那玩意儿用显摆吗？那玩意儿是个说相声的都得会呀、啊，不会定场诗能站在这儿哈？那你来呀、啊，不是得后拍吗？我炫在就想拍，你还炫在？拿多少刀我给你炫了？真的。我会，你都不会，你来。哎呦喂，张嘴就来哦！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关不斗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大伙儿也会，他们会啊？
来了他们不会了，一块了，最后话来问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斯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信月也难，如钩也难。这你们也会哈，来你们不会的啊。嗯，天为罗盖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贱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府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，嫌你们啊。完了，人家又会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掏。这他没听过。回首掏。对，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用飘柔。您这还少一句啊？少哪句啊？终是利民退了社，从此名字不带贺。看，你看他不是就把我退社了，就把我弄死了。废话，废话，你刚才学谁的这是？我只是感慨这一方舞台而已、啊。用你感慨这个吗？学习咱老恩师不好吗？学习可以，学习人家的文化知识。我这不学的不就文化吗？这字里行间，这脚步四方步迈着你。你炫我于不仁不义，兄弟，这儿可不能听他们的。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我给你拦着。撒开！我表呢？我表呢？没有，这还赶紧拿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呀呀，我戒指也没了！我的个天，我这六个大戒指，好家伙！你说一个手还戴六个戒指？那可不，大拇指上面还一扳指呢，你知道吗？祖母绿的都是。你那个祖母绿那个给你改成帽子了。哎呦，这你那脸硬的那是。去你的吧。好，不用下台。你哪儿，你站好了，你给我过来。不是，那个都商量好了，一到去你的吧，就鞠躬了吧。你怎么那么想下班呢你啊？啊，早点下班不好吗？你说你这死出像谁呢你啊？周九良。我这叫周航站。周航站九良棚。哎呦喂，这是来说吧，这个周九良人这是德云捧哏社不错的一个，那算巨匠的巨匠。对呀、啊，德云社捧哏来说，你看于谦老师、孙越老师，那天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，问你什么呀？说张伦，你觉得是孙越捧哏捧得好，还是于谦老师捧哏捧得好？这很难回答。当时我反手啪就一大嘴巴子。哎，你干嘛打人家？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？为什么没有郎言？我搭档，我哥哥郎鹤炎，我兄弟，该打，打死都不多。哎，哥低看你了，对不对？真是这么多年，十多年了，这哥们儿交情啊，这友情。我跟那兄弟，那同着我这儿，我问你啊，我于老师、孙老师，我们仨谁捧哏捧最好？于谦。那想都不用想。那干嘛非得有我呢？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长大了、啊、干嘛呀，我动手动脚的啊，妈呀，废话，我没反手给你一 CD 就不错了。好好的，咱啊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对不对、啊、宁可与君子论高下，不与小人论短长，你知道吧这话？行，那不与你论短长了。你看咱跟他拽两句文啊，他都听不懂。您没必要跟我们拽这个。哎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台上光在武打片啊，相声讲知识性、趣味性得行。这话谁说出来的呀？你。好家伙的，这话您能说出来？哎呦，大言不惭呐！是怎么说？是说谁不惭呢？说你啊，要你惭，你脖子以上都惭。你看看。他这种出于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来说，谁羡慕嫉妒恨呢？在德云社都说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，其实不是很有限，文化也有这个出类拔萃的，也就是谁？对，密。您不要老说英文啊，这您怎么出类拔萃了？哎呦喂，这你这些
都他们都没上过大学吧？有一个算一个。不是，他们可都没上过，我上过呀。你上过，你因为什么呀？我因为什么？上大学是个错误吗？不是，我听说呀，这不都问问你上过大学，你因为什么呀你？你别来这套，那是他们羡慕嫉妒恨。你上什么大学呀？我听听。北京工业大学呀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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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瞅瞅，我这谁兜里揣着油葫芦呢？这是。尚阿姨，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没瞧不起你。你看你那模样，你就是没瞧得起我呀。什么大学这是？北京工业大学 ，Beijing Biology University。一嘴的方言。你们家这叫方言？那你那秘密呢？你这说的你这辈子学堂也下不去。这大学出名吗？怎么不出名？我们211985啊。哎呦，你甭管什么285这个大的啊。谁285啊？还486呢还。我瞧不起你了吗？你看人不用，我瞧不起你了吗？我瞧不起你了吗？好家伙，我没说瞧不起你吧。对不对？都是朋友，都站在舞台上，你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有鼻子的。不是，我们是上过大学，我们不是残疾。这我没瞧不起你，学问确实差距有点大。谁呀？你跟我呀？我跟你差距怎么大了？差距就是你那么一捏捏。不是，那我今儿请教您，我跟您差到哪儿了？您哪大学？我？您上大学了？哎呦，我哪个大学我没上过？你就说吧。你是美团？饿了吗？啊，就是哪个大学你都得去，那家伙，你家写粉丝汤啊，这肤浅，肤浅，肤浅。我去那国外大学。国外大学？对喽。哦，国外您哪个大学呀？你猜，呲哇揣。你又不是马桶，我揣你干嘛呀？揣一揣，看你能知道不知道。猜一猜，国外大学，那您是？牛津？不，嚼不动。牛津不是牛蹄筋，嚼不动。什么筋我也不喜欢，瞧不上。啊，行行，好好好。剑桥？剑桥修路都不修。我怀疑你就是美团的，我告诉你。家里蹲？家里蹲？家里，我知家里蹲，在家里边蹲着那个，我知道他们老开玩笑，你家里那大学不是那个。哦，那您不是您耶鲁？耶耶！哎哎，好宝贝儿，这是什么大学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不是什么麻省的，不是。麻省理工也不是。不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菲尔普斯，不是那个。菲尔普斯，不是。你要游着去的呗。普罗米修那个。普罗米修斯，拿箭射死你呗。就普那什么大学知道吧，普林斯顿。哎，对了。你看我胳膊这给我弄折了。您在那儿毕业的？不是。不是，你美什么呀？哪个大学都待过，客座教授。客座教授给他们讲。哦，你真是什么你们语啊。他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，他确实是国外哪个大学都去，客座教授教人烤串。最近回来了比较忙，因为老去淄博考察一下，是吧？肤浅，肤浅，肤浅。你们家祖宗马上就撒肤浅。我去教他们中文。教中文？对呀、啊，中文咱博大精深，我教他们中文呢。你就直接说 barbecue 就可以了。那叫知乎者也，语言哉，懂吗？人家不用学这个吧？对不对？尔等不晓得。啊，说我尔等就是你为、啊、尔等不明博，就不明白，他偏要说明博，你知道吧？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，你好好学学吧。你哪个有文化的人说知道那个？对不对？都得学过知乎者也，小孩都学过吧？人家学过，你也行。上学的时候文言文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鸡叫声，惟闻鸡叹息。什么什么？没闻什么叹息。我以前在肯德基上班，怎么了？好家伙的，你那诗应该到秦淮河那边背去。不是
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呢，你说唧唧复唧唧，莫兰当户织不闻，机杼声为问女，叹息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无所思，女欲无所忆，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就有爷名，阿爷无大人，莫兰无长兄，愿为师鞍马，从此爹征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鼓掌。小时候烂熟于胸，烂熟于心呢，可能有点外在了啊，这太外在了，这都是小时候背的个，对不对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，对这个他必须特别熟，因为他跟烤串的有联系，他得跟那卖炭的有长期的业务往来，对吧？不是那个《出师表》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，你都会啊。这是哪门子的出师表啊？我家的。你家是不是就没出去过呀？诸葛亮他们写的。诸葛亮他们写的。对，诸葛亮也有团队是怎么着？还有孔明呢。对，还有卧龙。哎呦，你哎，咱就不说别的，四大名著你读过吗？四大名著我读过呀，倒背如流。真的？住大明寺。住大明寺不是四大名著，著名四大啊，不是著名大四，著名啊，著名大四，就这四个字儿，哎，来回说，这四个字让你说出一排列组合来，哎呦喂，这算什么能耐呀？啊，这对不对？这本来这就不是能耐呀。都看过，都学问都在心里呢。都在心里。哎，对了，未曾清贫难成人，给你来两句，让你听一听。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经打击老天真。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鸦有反哺之意，羊知跪乳之恩。岂可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抚翁帝王最忌妇人之仁。俯身桥花间，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。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。不求人人得道，但求得道人人。这是不是您那个烤串那价目表上写的那个？干嘛呀？啊，文化输出。哦哦，光学这个知识，左耳听右耳冒，上面听下面尿了。您说的这好像不是文化，这是你得记在这里边啊。不用您教育我们，你这里边是不是除了大肠没别的呀？谁告诉你的？还有小肠呢？你那脑子里就一碗鸭血粉丝汤，你知道吗？您呐，您不用看不上我们，您说这些我们也都会。诗词歌赋，懂的吗？懂啊，懂的，知道啊。诗词歌赋啊，咱说啊，说本是后山人，偶作钱塘客。又来了。虽无金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。大智喜功名，海斗量福祸。论到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前边是诗，怎么后边歌词就出来了？诗词歌赋嘛，就是歌。你别着急，一会儿赋就出来了。这都有诗词，这是歌。对，歌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没让你唱这个。丫头妹妹哈梅萨，萨瓦迪卡伊库萨尤纳拉，李雷哈妹妹范萨克斯安德尤，萨朗嘿尤乌里欧巴斯米达。是不是要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？你先把你那裤裆补补吧。啊，就您这歌刚才要给比尔盖茨唱，他也走了。他回头再给他唱啊？还回头呢？别回头了，这都太难了，这都是这各方的语言知识。肤浅，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影响力。凭什么说我肤浅啊？凭什么说？就凭你这点东西看不上我们，就看不上你。这个诗词你行吗？我行妈呀！你把那行字去了，啊不是，就剩妈了。你把那妈字去了。谁大爷这么大声啊？哪个大爷？谁大爷的？
这大哥你跟什么凑什么热闹啊，你长得像狼烟他爸似的。好，这边是我爸，这边是你妈，你看看他今天家庭聚会来了是吧。我就跟你说晚上少吃点吧，不至于的，都会都会都会，没必要显摆。好几个啊，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肤白貌美台风稳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句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下句是粉妆傲气张鹤伦，英俊潇洒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鹤伦，傲骨英风。你给他提这信儿干嘛？您呐，您这好友一比，比什么比？屎壳郎戴口罩，怎么讲？臭不要脸呢！啊，粗俗，我粗俗，粗不是肤浅。肤浅，你说自己，您能不能客观点啊？不够客观吗？哪儿就粉妆玉砌、傲骨英风、英俊潇洒，这么巧妙的躲过了这些词吗？啊，都是形容我的。形容你应该是，大腮帮子、满脸褶、中年油腻张鹤伦。那是我吗？是他。我是那样吗？你们不亏心吗？你们肾都亏呀、啊！您那什么眼睛能看出这个来？我是那样。我就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客观，要现实啊！同着南京的父老乡亲，说点我们能接受的，重新评价一下自己，给你个机会。三高：虚胖、身子沉。哎，这才是好演员嘛，对吧？他勇于自我批评。我们大伙欢迎。下联呢？下联是三高虚胖身子沉，下边那是你爹张鹤伦。我就白夸他了，没有意思。这样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啊？您那个我觉得挺好，没有意思。哎呦，我觉得不错。你觉得不错，就你刚才说那些东西我们大伙都能接得上。我给你出点东西，你不能对上联对得上来。对什么？对什么？对对联啊。对对联啊。哎呦，对对联，打小我就来这个，跟多我干倒多人了。你拉倒吧，你打小不是烤串儿吗？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仄，仄平仄平仄，仄平仄仄平。我以前干过传销，别提这个，这不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些规矩你都懂是吧？哎、那咱这就是咱较量较量。你出题，我出题啊！老畜生怎样出题？我听听。行行行，我看看你小猴孙如何对句。哎，我就按照你现实的这种实际情况，先给你出个上联。风流倜傥啊！不不不不不，我说的比你这个要好，那完全是夸你的词儿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面无言。兜无钱，人到中年可怜可怜。那我给你对个下联啊，官一躺布一盖，十人一桌上菜上菜。不，这应该是给比尔盖茨写的，这应该是啊。这有什么呀？对，是好点下联啊。像那个，我给你再来一个啊，年纪小，读书少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这行吗？你挑一个。这是不是都挂在你家床头了？这个，那是你的挽联、啊。你们家挽联写这个，别着急，咱这还有呢。来，听我这上联：面对面吃面，这有什么难度？嗯，这有什么难度？你看，别觉得这几个字数简单啊，但是还是有点意思的。虽然只有这五个字，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，而且它还是一个动词，有介词有动词。面对面吃面，哎，你懂介词和动词吗？你是不是只懂大腰子和牛蹄筋儿啊？这有什么难度？面对面，盖中盖不盖？哎，这还行啊，这还行、啊，对不对？背对背搓背，脚对脚抠脚，你不怕串脚气呀、啊？手拉手解手，
那多恶心啊！那嘴对嘴亲嘴，好搞对人和人生人，拦不住你了是怎么着？叫什么啊？有能耐是吧？这怎么了？哎，江郎才尽了吧？黔驴技穷了吧？尔等如同惊弓之鸟，我再略施小计就会嗝屁朝凉。兄弟，要不行咱就换换中医，好吧？没病。我觉得你现在打达格列净也不能治疗你的糖尿病了啊！我们都吃你呀、啊，好好听着我这儿还有呢啊，还有呢，还有。当然了，哎，这上联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都听不懂，竟来这个？这是一个拆字儿合字儿的上联。弓，弯弓搭箭的弓，虽然的虽，组在一起呢是个强，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坚硬的硬，弓虽强但石更硬，拆字游戏。哎，对，听我这下联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不，你给我说说，你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啊，一个土加一个里合起来念埋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这有什么呀？再刺你个下联，女子好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倒还不错，这个还挺好啊。一提少女，你看眼睛都变成数码的了。这不眼睛数码的了，都变成放光了。别着急，咱这还有呢，我听听。我这还有一个绝对。哎呦，不可能。子曰：“天下无语不成对。”苏东坡说。到底谁说的？子曰，苏东坡说。苏东坡说，子曰说的对。说这俩人也说相声的，你看，听我这个啊，来了，一乡二里三夫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教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听我这个啊，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哦、我看过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还真知道啊，对对，我也看过这个。十口心思，思君思国思社稷，八目共赏，赏花赏月赏秋香。秋香，秋香。你这不是秋香啊，你这是疯驴子，这是。少遭点罪。跟他在一块儿遭老罪了。我这没说完呢。哦，还有一言。这只是个。你老抢着继承遗产。来吧，说吧。这只是一个格式。咱这还要套运有实事。哎呦，还整挺格式。当然了，听着啊，一天夜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，一到十啊。我还问问这郭老二是谁。你瞧到这儿他不是郭老二，郭汾阳啊。郭汾阳。对。从三更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。哎。啥菜儿啊，喝成这样啊。你别管啥事儿啊，怎么的，他搞对象了？他刚九岁啊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他没搞对象，因为没电搞不上。要是没电搞不上完了，人家是死根儿。死根儿。哎呦，你别管，就这个。哎，反正这是个实事。再说一遍我听听。你看，再来一遍，记住了 啊。一天夜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对，你呢？十到一，张嘴就给你对出来。我听你对出来，你觉得好？听着啊，啊，十分肯定。是。今晚九点。九点。郎鹤炎八成七里子散。六道轮回五个没他，四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。